对对对，三二一，从上班。这绳拉着呢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这不发现个假瀑布的吗？打你了，别录啊，别发了啊，别拍啊，别录啊，别录，别录！拍啥拍？走，打瀑布的，你看，哎，我别拍，我走，别拍，别拍，别拍，走。当韭菜的收入无法达到预期的收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生产韭黄，而韭黄的生产必须是不见天日。如果要深度的收割，必须保证暗无天日，隔绝一切的阳光，这样才能长成合格的韭黄。你知道了吗？真他妈欠揍！我操！今天是2022年2月20日下午5:24，现在我来到了南京南站，要进站，别阻挡我啊！别阻挡我！别阻挡我了！哎，我操！啊，你，啊，你可真，你可真给我来这一套了！干嘛？你还真给我来一套了！我问你干嘛？你真给我来这一套了啊？那我今天算是领教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靠，你把我手机碰掉了！我靠，你手机碰掉的？这不是他妈手机不是在掉地上？我碰掉，你不要自己给我扔下，别给我来这一套。我没有，我自己没事把我手机扫地上了。那谁知道你自己呢？哎，你这明明把我手机碰掉地上了。我把你碰的是手机架掉地上。你刚刚碰一下不碰？我哪碰你了？谁碰你了？我操，不是你碰的，我他妈自己扔，我傻逼啊！好，今天算是领教你们，行。真的，你们真的什么都能做。故意把手机啊，你们故意把手机扔下来。上来，上来。啊，摄像头摔坏了啊，自己把它扔下来，你怎么好意思啊？我掉下来啊，我碰你干嘛？是你碰我还是我碰你啊？你不碰我能碰你啊？你碰我还是我碰你啊？这样的，这样的，人家肯定是碰谁的了。这个你们俩一起的，还想什么？还要怎么？这样的吧，我马上报个警，正好你们俩报警不？今天还真来这一套了。你报警不？